佛不聊。哇，好运吃完了，我自己买。站住！拍照。老板，鸡蛋买一送一，随便挑。2毛钱减1毛钱。快一点啊，什么钱都让我卖。收到，收到。哎，亮姐，一起兜风不？大狼。妈，我肚子疼，我先回家。
臭小子，别玩了，我鸡蛋忘记拿了，你下去帮我拿一下。第二套柔力球规定套路。妈，把钱拿过来。什么钱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妈，你干嘛？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妈妈妈！把我的衣服也洗了。你看见我的手机？妈，没看到。师傅，麻烦帮我看一下，我手机坏了。师傅，我来了。师傅，你这里有电源芯片吗？没货了。老板，怎么回收啊？手机一旧换新。阿姨，你这手机坏了，只能换脸盆。你的手机进过水。你看见我的手机？你的原装电源芯片被换成大哥大的了。妈，你的手机怎么坏了？没坏，只是没电。Hello, Moto. 妈，听我解释。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妈妈看一下我出去买个
妈，鱼给你煎好了。鱼鳃明明拿去煲汤了，怎么还会有？这不是我的鱼。妈，听我解释。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妈妈妈。